各位嘉宾，大家午安。一年后，我们从玄奘文化千年录七集影集，还有八场的由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的清教师来深入浅出的带领大家。了解玄奘菩萨。刚刚听到龙祥慧老师，还有风雅颂古筝乐团所演出的《玄奘菩萨赞》啊，我想在经过过去这一年对玄奘菩萨的更深入的理解，应该在龙老师以及风雅颂的带领之下呢，大家都更能够深入的了解到玄奘菩萨一生的行仪、一生的志业，也能够理解到，唯有这样的气势磅礴的一首赞，能够来彰显玄奘菩萨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佛教界的他的伟大地位。那么，一般人理解的玄奘大师呢，那就是一位易经的专家。因为玄奘大师呢，一生的著作啊，那这个《慈恩传》啊，他是写玄奘大师一生的这个过程。另外，《大唐西域记》呢，基本上他是跟佛教没有太深入的关系，那跟玄奘大师其实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师的著作呢，其实就是一本《成唯识论》。可是《成唯识论》呢，一直到今天，1000多年来的中国跟日本的佛教乃至佛学界呢，对这部论都非常的重视。只可惜，这部论从来都被错解了。因此，平时导师注释这一部论呢，它在佛教历史的重要性就在此彰显。那么，我们今天来举办这一场《成唯识论智》的新书发表会呢，刚好就承接了我们过去一年对于玄奘大师的这个种种的丰功伟绩的深入了解。然后总结在《成唯识论》，并且由导师把它注释出来。我想郭老师呢，他跟随导师，平时导师学法也有20几年，所以对于这个《成唯识论》呢，应该也有相当的了解。这部分是不是请郭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就这部论呢，本身呢，算是说玄奘大师以他自己的正量来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中国人会想，我们就是一些思考，将佛法当成知识，是后来禅宗来了以后，才很清楚有的实证。可到底实证的高度是什么？
实际上玄奘大师就已经把这个说明了。他弟子窥基后来在成为世人速记，就是呢记述大师的话的时候，忍不住透露了一点，就是关于呢证得根本无分别智以后，会有厚德智的继续修学。那厚德智继续修学，是不是可以抵达呢禅宗之比较难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圣位，就是等于进入修道位呢？玄奘菩萨当初呢跟窥基讲的是，这个呢有八种事的话，这八种譬喻实际上是八种现观。这现观是等到后来平时导师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在这述记上呢，窥基就老老实实就写，就第五第后，就是说这八种现观是要等到你是第五地圣位才有办法知道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话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佛法呢是可以在中国人展现出呢一个呢圣位菩萨的高度，以及呢透过这样的修学，我们可以明白说玄奘菩萨实际上呢也跟动了衔接未来佛所留下的一些的文字。这怎么说呢？就是呢包括在文献上也呢出现，比如说等于说以前的文字的时候留给呢大师发挥的空间，让玄奘大师以他的正量可以很清楚地做出抉择，这个是很困难的。一般来说大家对于呢稀土西方的这个呢圣者所说的话就是全部领纳，可是呢玄奘大师做了必要的一个调整更正，这就是在玄奘菩萨传里面赞里面所说的论义说法，就是在指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空前的，针对教下的这个文字做了必要的一个修正，这个某一个程度上几乎是后无来者。好，那我们再请说这个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呢只是第一集，还不是呢全部十集圆满，那这样不知道陈老师您的看法。我想在座可能也许有人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成为世论释呢它的出版方式啊是平时导师先在正觉讲堂对讲堂里面的已经破参证悟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增上班的菩萨呢先宣讲，然后讲完一集的分量才出版。因为目前所知道的是总共是有十集，那导师从去年讲到现在呢也大概差不多快一年，所以如果说是认为说应该是要十集全部出来然后才办这个新书发表会，那等到第十集距离第一集出版那就已经十年了。好，所以到底还算不算新书？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人不晓得有这本书出来了，结果当他知道说有这本书，一次他就要买十本，每本都是400多页，然后那个字是12号字，跟一般的书比一般的书字体还小，那我想一般人一下子可能听到看到这个一下10本书可能就吓到了，不想买更不想看。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在这第一集即将出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说它很重要，因为过去的人包括窥基，窥基虽然有注释成为世论述记，但是呢
因为它是文言，对我们现在人来讲阅读有困难。另外就是说窥基大师他速记呢搜罗很多的资料，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做说明。所以我们在阅读速记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会比看成唯识论啊还要更吃力啊，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这本书虽然一本一本一年一年出，但是它值得我们再三的研读。所以在这第一集啊，我们就应该要办这个新书发表会。不晓得郭老师对我的看法，觉得怎么样？对，就在佛法上呢，能够有这样的高度的书籍是很困难的。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呢，包括说呢，引导证悟啦，或是说对于这个佛法的大圣义理要做一个阐述，在以前呢是比较有一些限制。但是呢，平时老师出世弘法以来，就是以大量的文字，然后不断的将这个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然后呢把它铺陈出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人类史上、文明史上，甚至呢世界哲学史上是很大的攻击。如果以纯粹知识论来说的话，如果以证悟来说，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这是实证的，唯一实证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法门。对于呢有涉猎过西方哲学的人都会清楚，西方哲学第一个就先卡在到底是心还是物。那呢不管他用一元论或是二元论或是怎么去综合，都走不出来。即使呢他们呢后来呢想办法，那找一个无意识的啊，或是潜意识，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根本不是六识可以解释的，尤其意识心是没有办法来解释世间的许许多的现象，根本也没办法解释生死之间的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求助于佛法，但是呢又不是很清楚到底佛法主张的是什么。其实佛法主张就是八识论，就是玄奘菩萨所弘扬的一切法唯识的义理。在这个呢不管呢谁呢去呢从二圣的教理来看，二圣法也是依于这个儒，然后呢这个儒就是真儒，也就是说都是要呢理解这个儒或是信受这个儒，而大圣是直接亲证这个真儒。这真如就是我们会在这里一直提到的，就是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它突破了世间一切世间堕在呢三有的一切众生以及二圣的圣者都没有办法企及这个高度。那因此今天呢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点，是应该把这个呢这么重要的注释呢推陈出来，让世界知道说原来呢文明上有这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实业诞生了。对，然后再来是呢可能有人会问，那不是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会有作者在场吗？那怎么只剩下我们两位？那是不是陈老师来说明一下？这个平时导师呢向来就是非常的低调。如果您要说，除非您是有到正觉讲堂来去听过平时导师这个周二讲经啊，否则呢你看到的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投影片那个第一页看到那样的导师的侧影背影，说实在的那个投影片啊，不知道的人可能会问说，那你这个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照片吗？平时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好，非常的低调。所以其实这个新书发表会呢并不是导师想要办，
而是我们作为导师的弟子、导师的学生，我们觉得这部论太重要了，啊，我们觉得说能够这样子，在玄奘大师完成这部论之后，一千多年来，能够真正把这个论的真意讲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一本《成为是论》是值得向全部的佛教界，乃至说值得向全世界来告知这本论要出来了。所以虽然说是由我们两位导师的学生呢来代答，但是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呢，能够把导师所要所导师在注释这本书所表达的意思意旨啊，能够阐述于一二啊。好，就是说成为是论的高度实在是太难了，然后文字又很精简，比如说呢，他讲这心和境的关系，那一般人可能会听过，这叫心外无境，然后呢就会按照字面来解释，但解释这一句本身就很困难的。实际上一切色呢都是藏式的影像，就是你要去查藏式影像，你就会知道，包括气世间的所有。可这样的话呢，到底是有境还是无境？为什么又说，心外无境，等等？这意思实际上呢，都是要回到八识的正理。那有了呢，玄奘大师的这个造论，那阐述以后，理论上大家应该知道，但是论太深，所以就有平时导师把这个做阐述。你若从第八识来说，第八识如来藏出生一切诸法，所以没有一个境是在第八识之外的，所以呢它之外没有境可说，一切呢最多你人说在它表面上现起。那如果从意识觉知心来说，只能够呢领受呢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个呢内相分境，从来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个呢外五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觉知心永远理解的，实际上都是呢四心之法，所以呢没有境可说。因为真正的实体的境是什么？实际上还是呢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影像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心外无境呢，就是呢要用这样的圆满来解释。那像这里的解释也只有一二，要等到呢您看到呢平时导师的注释以后，你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但是这几个字就这么困难解释，其他就不用讲了。